màn phun 2 phút giật nhau của đôi tình lữ. Bò bò sắp khóc rồi. Oh my god. Oh my god. Drop 我叫你不要跟我联系了，我锤你。小哥哥，你撞人家身上了，你这是怕你哥跑了吗？抓着胳膊不松手。再来看看这个就不能理解，为啥弟弟看起来要哭了？弟弟要哭了。不要镜头两个人装。我都不知道你在哪。我又在演演，太棒了。没关系，大家都很热闹。大不大？哪里有啊？这是我当时的主角的。再看看这一段。韦博，我觉得我非常荣幸能够认识王一博，觉得因为这部剧完了之后，我们还有没有交集？但我还有王一博，但是王一博就还好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你觉得四个月就差不多了？好的，已经终于等到了。眼睛眨巴眨巴，又要哭了。我觉得说，就像上次回北京，王一博，我们可以约着一起去做饭啊，吃蘑菇啊，实际上像你说，王一博说不用。欢帅的导游，你不要自己说的。对，不用。小情侣斗嘴把戏，无聊至极。